为庆祝组合 I Love 出道20年嘅一连四场演唱会日前正式开 show， 一开始热管弦乐团嘅演奏拉开序幕，少爷尖同 Donald 就喺一片欢呼声中出场，为大家送上连串歌曲，炒热全场气氛。演唱会临近尾声时，大会突然宣布好消息，演唱会明年2月将会开 Part 2。连少爷尖同 Donald 当下都好震惊，原来他哋事前唔知情噶。今次都算是很順利，而且有一個超級大的驚喜，就是原來2月，即我想是3個多月之後就即刻開 Part 2。是的，做乜事？3個多月之後就是了。冇錯，是不是拍戲拍得多？嗰啲唔係啊，我成部表情好，我未諗到，未計計到啊，係啊，咁樣就會開我哋嘅 part two 咯。但係原先係唔知嘅，完全知道，因為二月 cancel 咗嗰陣時都即係有啲失落嘅，都因為準備咗好多嘢㗎啦。咁但係一路都公司同埋客户又冇講咁樣，咁佢哋連 poster 都係神秘地進行，咁就。今晚突然間俾我哋睇咯，係啊，咁所以好驚訝咯，係啊，又揾到場咯。你知而家好多場好富，個個都開 show。好彩二月嘅時候本身就係諗住係有啲 talk， 有啲即係大家好期待嗰啲舞台劇形式嘅。咁所以就而家可以將嗰嚿嘢就搬翻去下年嘅二月嗰度做咯。Donald 日前突然爆出同结婚多年的太太张永欣离婚的消息，承认已经离婚5年，还说没机会复合。这日 Donald 都有大方回应记者分辨一事，有没有影响到心情？你现在心情？其实没有啊，真心我讲出来超舒服，反而我其实一直都担心我是拿不到个核酸结果，来不到这个做 show， 因为反正都发生了很久，所以我们都觉得没什么事。即係足之唔使，即係隱瞞係鬆咗一口氣。係啊，鬆咗一口氣，同埋兩口氣其實。即係預先，即係之前係想提前啲講或者提前。唔係啊，其實不嬲都想，但係揾唔到機會講咯，真心。但係咁、那個機會嚟咗咪講咯，所以都好順理成章。記者問我係啊咁樣咯。咁阿張有冇嚟睇？佢琴日睇咗啦，琴日係啊，佢知道記者就唔嚟。尋日嗰場係啊，尋日嗰場，尋日嗰個總彩排佢嚟咗睇啦，多謝曬大家。我同阿張都係家人般相處，我有冇機會復合噶嘛？答你唔到啊，但係我諗咪等下一世睇下緣分仲喺咪度咯。咁如果你相信有好多世嘅話，係咪？